那我想我先去一楼。可以可以。我收的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反正我们都只能快啊，进来啊。我先去一楼啊，这里感觉。我妈用好了。我不理他了。我先关门。我先去一楼。干嘛卡在下面是在干嘛？反正这里也只能先到一楼嘛。然后就会有流浪阿嬷。他们一定也是，阿嬷一定会说。阿嬷说：“小米发生什么事？人都不见了。”对，等一下就会走失阿嬷。